Good morning， 嗨起来！今天是星期二，回来了。今天的 vlog 呢，内容就是我的在学校的一天，然后现在是早上11点多，然后准备去上 harmony class， 现在有点喘，因为快要上课时间了。然后其实这就是我简单在学校上课的一天，然后从早上起来再到吃早餐，然后上课。那每天课不一样，但今天总共就3堂课。OK， 到学校了，但是好像忘了带 ID 耶，好像忘了带 ID， 没有 ID 进不去，所以我要呼叫一下同学帮我开个门。看他那里是需要 ID 才能进去的，哦哦，只能等同学过来了。No。耶、yeah, ，游姐棒棒！走了，进来了。我现在要去上我今天第二堂课。今天第二堂课呢是songwriting。然后跟 Nina 一起上，然后现在应该是12:50多，然后是1点的课。有点饿，因为早上就喝了一杯豆浆。这是我们的一个 study 区域，打印的地方。然后这里都是一些小房间，可以在里面 hang out 或者是写功课什么的。我们上完课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吃一点东西。然后现在几点了？现在3:02。我们两个都是饿死鬼，现在我们都好饿。早上就喝了一杯豆浆，然后下午是。下一堂课是4点，然后等一下吃完东西可能回家印个谱，然后写一下功课。现在4点了，然后你有带笔吗？游姐，嗨。然后我们要上课了。然后我的黑眼圈，还有我的小豆豆。谢谢刘姐施舍的笔跟橡皮擦，谢谢。到这个点就困了，我现在发东西。我好邋遢，现在是晚上6:16，然后我准备去打印谱子，然后6:30要上课，所以我现在时间还蛮赶的。
在下雨，然后超冷的，马上要6点半了，然后我要去上了 vocal 课，我的手都在抖，因为早上健身，冻到说不出话，然后我今天穿太少。但今天快结束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好困。我准备下课之后就倒头就睡。就是一整天出门，白天化好妆，到现在这个点一定会乱七八糟，还长了一颗痘。哦，真的好冷。我先跑去上课了。现在是晚上10:16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写作业了。虽然这个 part 我没有在学校，但是它还是包含在我的一篇当中，所以就是也算是我的 one day。然后今天刚好卖票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在短时间票都卖出去。刚开始还担心说是不是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看，所以就在这边感谢所有买票的大家。然后如果没有买到票的朋友们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。在6月的时候也会回北京办音乐会。对，好吧，我要开始功课了。是12:30，然后我做完功课之后练了一下琴，然后现在准备睡觉了。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一天，从学校，然后再到上课等等的。以上就是我的一天，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播一首我最爱的歌作为今天。